大家好，我是赖俊彦，我是李怡景，我是王佩瑶。这次准备的曲目里面有舞曲，有 classical， 也有现代的，在声响上面其实很像万花筒一样，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炫目的经验。我要演这个凶手的三重奏，他的梦想就是能够把美好的音乐不分种类都带到音乐厅，东欧犹太人所呈现的舞蹈。其实是充满了泥土味，充满了哀伤，充满了欢乐。The clarinet 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极端的音色。原则上这首曲子给我们很大的欢喜吧。就是在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快要失控，可是永远都不会真正失控。我觉得是那个开得很快，有点失速的那个 train， 对，然后好像已经有点有一个轮子都不在那个 track 上面，然后就可是我们又可以把它翻回，可是又可以把它翻回。不管是他的风格，他的我们的需要的专注力也好，如果发生了意外，我们要如何去救对方？所以，也许观众来你们会说：“哇，好刺激啊！好像车子真的是快要翻了。”可是，也许真的有翻，也下台就遍体鳞伤的概念。我们要出场前，我们就在后面说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还是好朋友。对我而言是 have fun with friends， 因为我觉得难得可以邀到这么优秀的音乐家，所以我在选曲目的时候给予自己很多的挑战。希望观众是直接陶醉在音乐里面，陶醉在我们的这个互相交流当中。